色彩，映入心房花开，像飘飘绕鸳鸯似海，琳琅满目色彩，满是不同期待，为残春赐乐人开怀。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油独家冠名播出，营养升级，配方有数。现场的朋友，您将获得由福临门营养家提供的精美礼品，营养升级，配方有数。首先，我们两个人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俩人身份是很特殊的。嗯，我是好味道餐厅的经理，我是孙经理。你不是大厨吗？不，改了，升了，升经理了。我是好味道的服务员孙小倩。我跟你讲啊，过年了，这中国人过年呀、啊，是最有年味的。春节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节日。是的，家家都过节，都过年。嗯，其实今天呀、啊、特别特殊。为什么呢？不光我们过年啊、嗯，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们，在我们国家工作学习、嗯，他们过年也在咱们国家。对，也在我们国家过年。啊，所以我今天呀、啊，我就想啊，创了一份心意。啥心意？我请这三位外国朋友来过年。哎呀，这么巧啊！我今天也请了四位外国朋友来过年。哦，这个事儿怎么不向领导汇报呢？啊，领导，我错了。没事，放心。我不光请他们过啊，你说我一人能代表俩，你放心吧。别看那边是三个。你的意思，你宽度有俩是吧？一个能宽，对，能代表俩。我跟你说，最重要的不光是请他们过年啊、哦，请他们吃好吃的啊、哦，吃啥、哎？最关键的，过年吃啥呀？对，下边吃货很多呀。过年我请他们吃饺子。哎呀，这么巧啊！我也准备请他们四个吃饺子。我请他们吃的是肉三鲜。我请的是三鲜肉的。英雄所见馅儿同，馅儿同，哦，那太有意思了。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殊的礼仪，首先请我们这边的外国朋友们用他们自己家乡的才艺向我们中国的朋友们问一声好，拜个年，怎么样？哎，好，哎，跟我一起学，一起唱啊。咋咪啦咪啦哎哎哇咔哇咔哎哎咋咪啦咪啦让咖喱哇啊那哇啊啊咋咪啦咪啦哎哎哇咔哇咔哎哎咋咪啦咪啦让咖喱哇啊那哇啊啊咋咪啦咪啦哎哎哇咔哇咔哎嗯咋咪啦咪啦让咖喱哇啊那哇啊啊咋咪啦咪啦哎哎哇咔哇咔哎咋咪啦咪啦让咖喱哇啊那哇啊好、oh, 大家过年好 Bangu Filo Yamala Tepente 哎，在我们家乡话里边这一句话呢什么意思呢？大家过年好哦， oh, 后面还有过年好，对，就是 Bangu Filo， 你学一学 Bangu Filo， 哎，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过年好，吃多了肥喽。后面还有一句，还有一句啥？用我们家乡话说，后面那一句呢很短啊，但是翻成中文会稍微长一点。哦，后面是什么呢？嗯，就是 ，depend 喽 ，depend 喽。哎，
就你别看这几个字，你翻腾中文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是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哇，说的好棒啊！我们队员绕口令说的好不好？好了，老看孙涛老师的相声，能不厉害吗？哎呦，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刺激！谢谢你啊，谢谢。哎、您客气，往这边来。我跟你们讲，我们队的实力看出来了吧？这吨位，一般的饺子咱们也得吃上三盆吧？该你们了。哇，我觉得咱们别比了。怎么呢？从人数上我们就赢了呀，我们四个人呢、你们才三个人啊。不是，别着急，你们还没拜年呢，我们都拜完了，该你们拜了。那咱们谁上啊？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慢慢来，没事没事，来来来。Старый год мы провожаем, новый уже мчится. Будем вместе мы с тобой петь и веселиться. Чудо тя вон ши ру и квай ла бу де ляо. Я си ван мэй юэ гун цзи юэ ла юэ гао. 你是哪个国家的呀？对呀、俄罗斯吧。俄罗斯，对，猜对了。你看我一听你噔就是俄罗斯，知道吗？指定俄罗斯。好棒啊！太棒了，嗯、而且这个你舌头真好哈。就这个噔，你们现场谁来？谁会来？你们谁会来？你来一个，给他们做个示范。好吧，好吧。你噔一个。我慢一点。哇！谁会？会吗？谁会？我们有大奖。简单。谁会？我会。你来一个。太有才艺了，真的。真的吗？对，你可以变成一个俄罗斯人，女士，中国俄罗斯女婿吗？我听说好像很多俄罗斯女孩都特别喜欢中国男孩，是吗？要是性格好呢，肯定会喜欢的呀。我就是性格好。你这样，你加入我们队吧。那你没问题。你加入我们队吧。哎呀呀呀，你别闹！队长，你是咱们队长了。那个倩倩是这样的，天色不早了，我肚子有点饿了。我也好早就饿了。我觉得这个外国你也饿了吗？饿。你不要着急，嘟，一会儿就吃。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始要包饺子了。有请大厨。吵吵什么玩意儿？后边都忙成什么样了？搁这吵吵。过年咱餐厅这么火，还搁这吵吵？吵啥呢？不是这个大厨子对我们好像态度很恶劣呀、太忙了。我是经理。哦，看错人了。这是服务员。经理。还什么玩笑？往前站一点。大厨啊，您说都准备了什么食材？对，咱的料呢？要这么说，老板，我必须跟你说一声。大过年的，咱这火的不得了。实打实说。我现在就剩二斤肉，俩鸡蛋，虾八两，韭菜半口。一根葱，哎，就这俩队，我就够一个队人吃的。那个队喝西北风去吧。不是，我准备那么多食材都让谁吃了？你捂着肚子干什么？全让你吃了吗？咱餐厅太火了。不是，我还想问个问题，就这么多外国人，他听懂没？我翻译一下，你翻译。那您翻译一下。Ladies and gentlemen。Good afternoon, teacher. 拜拜。哎，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你说，你看他都说了，现在不够一队吃啊，也就是咱们现在今天就到这为止啊。那再见。你看你这个外国朋友真是，他说没有，一说没有吃的，马上就走。怎么没有吃的呢？饿死宝宝了！宝宝，你等一会儿，马上就有吃的啊！这样，我提个建议，咱们两个队啊，咱们比拼一下。怎么拼啊？就是谁队赢了，谁吃饺子。不用比了，我们赢在人多上，要不然我们先赢了算了。我们还有助演呢。啥？我们还有嘉宾呢。导演没这么说呀。没说，我们马上就上秘密武器。真的。咱先说清楚了啊。赢的吃饺子，输的负责包饺子，怎么样？没问题啊。我跟你讲啊，比拼实力的时候到了。没问题。别看我们只有三个人，马上我们就上助演。有请助演。
经被你保住了吧？控制一下感情，你干嘛呢？对呀，淡定，装备啊，淡定，淡定啊！这样啊，这样，长话短说，首先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内日亚的好弟。那我用内日亚话来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好。欧王马努啊，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发发！大家好，我是来自乌克兰，名字叫吉米。然后在这里好机会给大家拜年了。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всех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Новым годом!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в личной жизни, рассказать мног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все всегда улыбались. А, сиди. 天哪！大哥，好大一口菜，是吧？一句没听懂。你俩注意听好啊！啊，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紧急了。哎，哦哦，能不能吃上饺子就全靠你俩了，明白不？是吗？好弟，那没毛病，吉米，没问题。有没有信心？要，没问题，没问题。来，来，一二三，哟！哇哇！你想不想吃？想。你们想不想吃？想。你们不够劲，一起说，想。我们必须吃，明白不？我们要不赢，我们就只能吃你们。我跟你们讲啊，啊，这块肉太鲜美了，没错，鲜美在它肥瘦相间，嗯，它不肥不瘦，就像孙倩。我跟你说啊，这块肉我们是要必吃的，必吃的，必须的，必须拿下。我跟你说，首先我们队要派出一个精干的表演团体。他将演出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好，对，接下来我们请出杰盖为你们上演的是大饼卷一切。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唐伯虎和迪马来给我们上这个歌曲《海阔天空》。舌患用大饼铛，多倒油少放盐，就捞出了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也能炒焖灰，刚烙的最好吃，它怎么吃都行。大饼卷炒鸡蛋是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味道特别浓，大饼卷上那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盘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路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
可会变多少次，迎住冷眼与嘲笑，从没有风起过心中的泪水，一刹那风化，若有所杀的感觉，不知八公已变淡，心会爱。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把有一天回忆他。抹去了泪水，谁人都。由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油独家冠名播出，营养升级配方有数。现场的朋友，您将获得由福临门营养家提供的精美礼品，营养升级配方有数。比拼结束了，该到评分的环节了。这个还用评吗？啊，对吧？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吗？这一定要评，而且这个评还不能你说了算，我说了其实也不算。今天来的观众说了算，大家来打分是不是？我来说说这规则好不好？你说，今天来的观众每个人手里有一个鞭炮投票器，嗯，怎么呢？每个人一按这个鞭炮投票器呢，他就会响一声鞭炮。哦，哎，哪边的选手响的这个炮声最多，哪边获胜。那个现场的朋友，支持孙涛队的呢，请按一；支持孙倩队的呢，请按二。现在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预备，开始。开始。3、2、1，停。我们看看最后的评分，168-188，孙倩获胜。哎，不公平！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哇，好开心啊！这不叫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这个吗？你是不是有点落寞？没事没事，这个没关系，我理解。不要伤心，后边还有虾呢。有虾吗？有三鲜馅儿的。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后边有虾，对吧？还有虾，对吧？肉这个东西对身体不是很好。啊？我现在要吃虾。喜欢吃海鲜？有没有吃虾？有，我喜欢吃。来来来来，我们都过来都过来，我们队都过来。对，来来来来来，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食材。行啊，好吧。请上食材。哇！哦！哎，别说了，姐。好讨厌啊！非常好，我看看，我看看，别拿走，我看一眼。味道怎么样？哎，别尝生的了。大家别吃，别吃，这怎么样？急了，生的也吃。哎，你放满了，你放回去。我跟你讲啊，现在情况来了。啊。现在情况来了。啊。啊。
肉啊，嗯，就是对这个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没错没错，尤其是咱们这个队，他们吃肉吃，像您老兄这情况，对呀、啊，像你这个情况，我这个像你这个情况，吃肉不太好，不好，对吧？不好不好。他们那波比较瘦，对，他们吃，我们主要是吃虾，我们吃海鲜，对对，我们喊口号啊，一二三，我们虾。不是我们虾，是我们要吃虾。我们要吃虾。一二三，我们要吃虾。你们派谁？我们要拍我们这个最漂亮的艾琳啊。要不你认输吧，哥哥。这个是这样的。您输了吗？经过本队长仔细考虑啊，这个安妮娜呀，这个眼睛啊。很那个，那个就是有点那个，我怕你们三个盯不住。不不不不，哪个都没有，哪个都没有。我跟你说，不行不行，你们盯不住，你们好好瞧我们这边的眼睛。队长队长，我跟你说啊，你就拍出我这么帅的一个人，帅哥让我上。你干嘛？你干嘛？你就拍出帅哥嘛，帅哥美女。你拍什么？我怕你中了美人计，明白不？我们必须要派一个女选手。哎，明白吧？以女制女，来这来，怎么样？我们这个美女行吗？行，你们什么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老厉害了，马上我们就要由美丽的安泽女士演唱这首《我心永恒》。好，知道吧？我们就派艾琳来唱一首此时此刻我们孙涛老师的内心的这个独白，两个字儿：忐忑。开始吧，好吧，好，行，开始。
优越好味道由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油独家冠名播出，营养升级，配方有数。现场的朋友，您将获得由福临门营养家提供的精美礼品，营养升级，配方有数。唱得好棒啊！啊，好友好啊！冯胜，我们还是要赢的，但是唱得好，唱得好。嗯，那还不一定啊。我觉得这一次你们一定会输。为啥呀？因为你们一直都没逮着。因为这次是吃虾嘛，逮几个逮几个，他逮不着。我告诉你，他逮不着这个虾，明白不？我们必须要吃虾。那是必须的嘛。对，另外我心有恒，哪有肉啊？另外我跟你讲。从形体上来说，也是我们吃虾比较合适。为什么呀？大家看见了吗？啊，瘦啊！哎，感觉到了吗？下，你们就有一个瘦的。你们呢？我们全是瘦的。我也瘦啊！哎，什么意思？我也瘦啊！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要打分了，我们要点炮了，开始吧。开始了啊！开始，预备，开火！我们的。我们的，我们，三，好，二，一，停。哇！平了，别介绍。啊？怎么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奇迹出现了啊！有一个人没投票，是不是？老师，不好意思，我那个刚才没投票，我现在投，好不好？刚才他没投，对，就是现在差犹豫了。对，现在是189-189，嗯，对吧？他如果把这票投给我们，那就好了，情况有点，我们就吃瞎了。关键啊，别着急，别着急。小眼镜，看我们的美女已经给你什么了？这不就给你了？我跟你说，今天他跟你走，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受诱惑。想好了，心里要有一杆秤。你要是想不好瞎投，你可容易摊上事儿。真的，别怕，我们这边有好多朋友呢。一走，走你选择。我觉得还挺公平的。我觉得这小伙儿，我记住你了。你太不对了，已经把飞吻献给你了，看见了吗？那手说伸得多长？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算了算了算了，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安慰你。哎呀，当队长真带晕。怎么办呢？不要紧啊，不要紧，没事，行，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虽然没有肉了，哦，也没有虾了，哎，我们是吃素的，是不是？我们还有菜呢，哎，菜呢，对啊。再接下来咱们看第三把是上什么食材？对，好，看看什么菜。有请食材。哦，葱啊，哦，是洋葱是吧？啊，不是，这个叫可以有啊。这个叫啥呀？哇！啊，大葱不是洋葱。慢点，慢点。哎，你别小看这葱啊，没葱还真是。这我就纳闷了，拿一根葱美什么呀？拿根葱美。但是啊，现在对我们来说，葱也是很珍贵的。是的，当然了，对吧？为了我们也可以蘸酱嘛。对。接下来我们要蒸葱了，啊，对吧？好，这一把我们开始，我们的口号是啊，对，来，一二三，我们要吃葱。我跟你们讲啊，这一轮可厉害了啊！这一轮是只许胜不许败啊！哎，咱们先想想比什么吧。比什么？对，比什么就很有意思了。嗯，前两把唱歌都输了吧？对，这把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这把我们要改说绕口令。绕口令。哦，绕口令我最擅长啊！啊，真的呀。别谦虚，别吹了啊！怎么样？行啊，反正我们肉也到手了，虾也有了，比什么都成。不要气本经理，小心本经理过完年以后开除了你。经理，我错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那有点难呢、哦。大屏幕有规则。我有。绕口令规则：两队分别选拍队员读同一段绕口令，用时最短者获胜。如果出现失误，将从头再来。好了，你们上谁？艾琳。你们上艾琳。米兰。米兰。米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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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这是什么小什么呢？梁。小梁。对，小梁放梨糖，遇见蓝，遇见蓝。重来，重来，重来。小梁放羊，遇见蓝，蓝想吃羊，怕小羊梁。小梁打蓝。什么叫打？叫小梁。蓝刺羊火靠小梁。刺羊什么意思？蓝刺羊火靠小梁。绕口令说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也是不容易的。干嘛？多少时间？1分12秒。哭吧。该我了。预备，开始。开始。小梁放狼。放狼。啊。再来，再来。啊 ，one two three。小梁放羊遇见狼，狼想吃羊怕小梁，小梁打狼救小羊，狼死羊活就靠。加了一个字。好，再来，预备，开始。小梁放羊遇见狼，狼想吃羊怕小梁，小梁打狼救小羊，狼死羊活靠小梁。34秒。我们34秒。是的。你们呢？1分12秒。没关系，没关系，好好的。李丽丽，现在比分是1:0。零。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分。我们出的人是安泽。好，我们说唐伯虎。预备，开始。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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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好，多少？16秒。啊，16秒。哎，朋友们，记着16秒，该你了。红凤凰，粉凤凰，红粉，走了。红粉凤凰，花凤凰，红凤凰，粉凤凰，红粉红粉，红凤凰，粉凤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已经24秒了。拿一点纸巾让他擦一擦口水。别讨厌，喷得我们话筒都湿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2:0了？这一轮欠呐，哎，我们是还是经理厉害。我们觉得呀，我们队里边啊，对咱们中国的语言了解的还是比较好的。真的，说实在的，后来我们是有点谦让了。是的，你知道吧？我们要不谦让的话，我估计弄你们一个8:0、10:0的问题不大。接下来我们想考一考现场的观众了。哎，对对对对对，现场的观众肯定来自于全国的很多地方，要不我去采访采访？好啊。啊，您是哪里人呢？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哎，你是湖南哪里呀？是湖南长沙的。长沙呀，我经常去长沙。那你说几句长沙的这个方言好不好？周国威，新春愉快。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哎，我们再问一个。你好，你好，那个您是哪里人啊？我是西安人。啊，西安人啊，您觉得咱们今天来了这么多这个外国的这友人啊，他们的表演，你觉得谁演的好？这个演和舍要分开。啊。哦，演和说要分开。哟，你挺专业呀。我们表演老师才这么评判。那您会说普通话吗？说的不好，能说两句。哎，行了，那你给我们说两句呗。我能不能用普通话朗诵个唐诗咋样？好好好好好。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我觉得您的那个声音就是特别像方明老师，就咱们中国的这个朗诵泰斗方明老师的声音。哎，他有一年那个1986年的春晚，他还在朗诵过一次，你有印象吗？您知道吗？我知道，因为方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学生，他手把手带着我，带了我好几年。哦，厉害厉害！天哪，这问的也太巧了。
那您来一段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入屋细无声。来，请下一道食材上场。团团圆圆俩鸡蛋，妥了，下边这个太好了，这个是鸡蛋呐，鸡蛋，鸡蛋吗？对啊，对吧？我们一定不能让它蛋飞了，哎，哎呀，我们必须要把鸡蛋牢牢的抓在手里吃，一起喊，一二三，我们要鸡蛋。接下来你们出什么节目？我们准备让帕朗来给我们唱一个特别火烈的舞蹈。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你们不是一把火吗？是我们一把火。我们给你来个过河，把你的火给浇了，好吧？接下来是出的是好弟和米莱啊，这两个人表演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过河》。行，那我们有请帕朗为我们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来，过河。跳过我的河。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生活。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那一刻。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加食用调和油独家冠名播出，营养升级配方有数。现场的朋友，您将获得由福临门营养家提供的精美礼品，营养升级配方有数。想当年30年前，费翔以一首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唱火了这个大江南北，真的是唱出了当时这个美籍华人的一片对中国的这个思念之情和热爱。这30年过去了，真的咱们中国是越来越好了，在世界的舞台上是越来越占有一席之地了，非常的富足，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比30年前好太多太多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把这个票呢投给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绕了半天绕到这儿来了是吗？有些女孩为了鸡蛋拼了，对，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鸡蛋拿到手里，必须的嘛。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投票了，来，预备，点火。谢谢大家。倒计时开始，3、2、1，停。191票比200票还是孙倩蓓获胜，谢谢大家。真的有200把火烧到了我们队，要不我让你一票，队长，是不是人不哭泣吗？队长，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呢，怎么感觉我们一直输，到现在拿了一根葱没了。跟你们说，没事儿，不要紧。记住，我们已经有一根葱了，一根葱能干啥？饺子，一根葱能干太多了。中国人做饭离不开葱，明白不？哦，他们拿了肉了，拿了虾了，拿了蛋了。嗯，他们还没有拿菜，我们看看下边是什么食材。行，好，请上食材。哦，天哪！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韭菜蒸到手，对，好不好？我们这个馅儿也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有葱，再放一点韭菜，我们再打个嗝，哎呦，完美！我们让他们没法活，来吧，开始吧。我们比什么呀？
我们将要出的是联唱，而且是戏曲联唱，是我们中国的国粹。国粹，你们是什么？我们更厉害。什么？我爱你中国。说说我们的口。一二三，我们要韭菜。
福临门营养家食用调和油独家冠名播出，营养升级配方有数。现场的朋友，您将获得由福临门营养家提供的精美礼品，营养升级配方有数。咱们对这个戏曲联唱啊非常有特色，国粹，真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但是我说句心里话，他们四个人唱的真好，情感非常的饱满。我跟你说，我能看到你们那种激情，就是你们能唱这首歌曲，我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对，真的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特别热爱我们的祖国。我跟你讲啊，这一轮我们要输了，我们都高兴。你们要继续唱下去。好，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唱这首歌真的是很荣幸。这个不是台词啊，我这么多年啊唱歌，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这一个版本《我爱你中国》，因为它很难，首先，然后它的情感是很难表达的，所以其实这次能够去唱它，其实我也很荣幸。真好，你说的我都有点激动了。真的，而且这首歌确实特别难唱。谢谢你，我觉得他们特别感情饱满，咱们是不是随败优荣啊？其实不是，从词来说呀，他们唱《我爱你中国》，他把这个爱给说出来，而我们是直接表达这个爱，我们去唱中国传统的戏曲啊。这中国的戏曲有多难学，大家都心里有数啊，你说对不对？是吧？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说实在话，这都是饿疯了，明白不？可以理解啊，我知道你们很饿，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底儿了，放心，这顿饺子咱吃上了。来，现在咱们就开始投票。我们还在想要不要就不投票了。别，一定要投。投啊！一二三，开始投票。198-200，韭菜之争还是孙千队获胜。我跟你们讲，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你们全部都是菜和肉，但是你们没有料，吃的就不完美了，所以我们要抢走你们的料。你们这样，我们把料给你们，好啊，好不好？完了，你们把馅儿送给我们，咱们呀，咱们一起吃。我也这么想。中国的文化就是这个九分必合，合是中国大天下之文化，不如我们此时此刻就两个队合在一起来包饺子吧。这话，倩倩你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讲，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团结起来把这顿饺子吃了它，好不好？好，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包饺子了。来，由孙倩来调馅啊，包饺子喽！包完饺子了，下锅喽！饺子开锅喽！我提个建议，不管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都用我们的中国话给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一个年，好不好？我们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了，我们的口号是正月好味道，新月过逍遥街，吃饺子喽，吃饺子了，来吧，来吧，朋友们。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祝愿祖国好，祖国好。